我 ID 是，就叫。那大家遇到，我们摄影师也有在玩哦，搞不好他被我雷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on。这次名人会客是请到的这位，可以说是饶舌圈的超级星星，大概就跟《海贼王》里面的超级星星一样。他现在悬赏金大概是3亿贝里左右。那我跟这一位饶舌歌手其实有一点微微的渊源啦，所以我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请到他。让我们欢迎大电小王子 Ocean Rap 高尔轩。Yeah，Hello。欸、大家好，我是高尔轩 Ocean。你知道你有 Goddamn 小王子这个称呼吗？你有发现你的歌集里面有很多 Goddamn？ 这我自己有发现。但你不是刻意的。也不能说不是刻意，因为其实 Goddamn 很好用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 Goddamn， 而且我的口头禅就是 Goddamn， 所以我就会一直 Goddamn， 很爱讲，因为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那我刚刚就讲到我跟你的一个小小的渊源啦、啊，就是我们大概在一两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访问顽童。我们就是有问他说有没有欣赏的新生代的一些饶舌歌手，包括瘦子都是说就是高尔轩。有，那时候有很多人传给我，我很开心啊，因为在那之前我还不确定顽童他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，我那时候开心到就是我在床上跳舞啊，这、就是真的，就是哦扭来扭去跟个小骚货一样，小骚啊，这不知道是没人讲，很像小女生啊，在床上，对，很开心。因为饶舌跟嘻哈有很大的关系，那他们其实也衍生出了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单品。那我就是想说，问一下高尔轩，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必备的单品来介绍给大家？必备的单品有啊，就是这个帽子，出门一定会戴帽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懒得抓头发，我现在没戴，所以我等一下要拍摄。你帽子有喜好的？没有哎、欸，其实就是老帽，黑色的。我基本上每一场表演都是黑色老帽。那还有其他的？耳环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拔下来过，非常脏。对，耳朵没烂掉，耳朵很健康。那希望你下次举办粉丝活动的时候，把它拿下来给粉丝闻。这样粉丝想闻吗？想闻刘嘉怡很臭。都是这一副吗？没有换，没有换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会逛东西的人、我就是买了就用，然后用到坏掉。还有其他的？有，这个钥匙圈，就一个挂绳啊、因为我钥匙掉了3次，我每次出去唱歌回来，奇怪我回不了家，为什么钥匙不见了？因为我刚刚发现，就是它上面都有那个 Ocean Rap， 它是你的。这我的周边啊，可是我没有想要在这边就是推销我的周边、是刚刚好，因为最近那个样品刚做出来、然后我就试戴。所以你这个钥匙圈是你私人，因为你的钥匙很容易掉。对对对，那你规定他们要出。对，因为一定有很多人也会掉东西啊。如果对，我们家的同事有一个同事叫 Eddie， 他就是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掉东西。你出这个单品，他真的会非常开心。加油 ，OK， 加油！我前几天有发现你在那个发片的记者会吧？对，你好像有送瘦子一个东西，你今天有带？我被他呛一顿，只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十字架项链，因为我是基督徒啊，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，然后这没有在卖，有贩售的吗？贩售的有啊，帽子有贩售，然后挂绳有贩售，我们还有一个 T 恤跟一个背心，还有毛巾什么的。那没关系，我不想再讲、不要再讲了、這個，不要再讲了、对，我不想要搞，然后我来推销我的周边商品。那不会啦，就是你平常就是会带的东西啊。对，因为项链也是，其实很多歌手都会带、那你的穿搭有什么習慣？没有，我不会穿搭，我超不懂。我每次就是一件黑色衣服配一件黑色裤子。没有问题的啊，因为我真的不懂。帅的人是不需要顾穿搭的、就是像我这种。帅怎么穿？哦，还是那样。不会，你很帅。哦，真的。再来个10次，你再来拍10次，我今年都拍你。那其实主要大概就是你必备的就是你的耳环跟帽子项链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没错。那还有挂绳啊，还有挂绳。OK， 那就钥匙，就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。饶舌歌手对鞋子好像也都蛮讲究的，譬如说以前黄靴，然后后来有、像 Run DMC 就是 Superstar， 后来有一阵子都穿 Jordan。你自己对鞋子上面有什么讲究的吗？没有。哇，这个也真的没有。我是真的什么都不懂，对于穿搭这件事情，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鞋子是叫时尚啊，或者什么的，
对，我其实就是穿我自己喜欢的、啊，我就会穿。对对对，然后因为我也不会去买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买东西。哇！然后我最近开始东西变多，这些赞助变多了。很棒啊，赞助变多。对对对对。每一个女生的理想型哦，不要这样，又帅又会饶，又很居家，勤俭持家。没有，我也有花钱之后啊。例如，我赚钱就会花钱吃东西，花钱吃東西，我会吃一些大餐。我自己现在个人觉得大的餐啊，对，可能不是真的很昂贵，可是至少我觉得我吃的就是，我觉得我工作有安慰到自己。OK， 你现在还有时间健身？对 ，No， 最近偏那个行程偏的有一些紧。但我还是会去健身啊，对，还是呼吁大家要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真的啊，不要像我这样啊！不会不会，你不要一直这样啊！没事、啊，在旁边我就想推自己。不要啦，那个罗俊硕他会找你玩狼人杀吗？不会，他不会找你玩，因为我不会玩，所以他就都没有问过你。没有，他狼人杀小王子哎、欸，狼人杀小王子到处杀哎、欸，称呼他的有啊，可是我真的不会玩，我其实有点孤僻。我很宅啊，就是平常其实就待在家。那你待在家有什么？我打 LO 啊，很爱打 LO。这个 ID 是可以讲的，不行。我 ID 是，就是。那大家遇到，哎、欸，我们摄影师也有在玩吗？我可能会遇到他、喔。Right， 有啊，被我雷过。非常开心，高晓萱来到这边来介绍他的必备的单品。Yeah. 那最后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可以说，对我5月8号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 #Hashtag Ocean Rap。为什么叫 #Hashtag Ocean Rap？ 是因为我大概4年前在网络上开始丢歌，然后我用 Instagram 的时候，我就会 #Hashtag 这个 Ocean Rap， 因为我希望大家点进去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作品，所以我第一张就是想用这个方式呈现，就是一个像。作品库的感觉，喜欢再听啊，如果不喜欢就不要。还是要听，给我听，全部给我听。没有，音乐真的这样啊。欸、我们编辑部，因为 KKBOX 上面都是你。哦，对。对，我们每天都沉浸在你的歌声。谢谢，非常性感。听过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没听过了就给我去听。没有啦，真的音乐。好玩就是因为有太多种，对，然后其实每一种都有人喜欢，所以就是不强迫，不要不爽听不要听。最后还是非常感谢高晓萱来到名人会客室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你订阅我们频道，留言分享，让我们知道酷名人会客室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